当摩天大楼越盖越高的同时，游泳池也越建越深。在波兰有一座正在新建中的游泳池，水深45公尺，等到今年秋天顺利完工之后，将超越金石纪录，成为世界最深的游泳池。利用起重机搬运大型建材，工地中忙碌的工人马不停蹄地进行各种虚作。在距离波兰首都华沙44公里远的小镇姆什乔努夫，正在建造一座水深达45公尺的泳池 Deep Spot， 预计今年秋天可以完工开幕，届时将可容纳相当于27个奥运标准池的水量，打破意大利 Y40 泳池纪录，成为世界最深的游泳池。目前 Deep Spot 的新建工程已经进行到20公尺深的主体部分，为了加强稳固泳池结构，总共需要使用约1100吨的钢材。Ponieważ to jest konstrukcja, która jest posadowiona na dzień dzisiejszy, to jest mamy około 20 metrów i z każdym metrem głębiej mamy coraz większe siły, dlatego ta konstrukcja musi być bardzo, bardzo wytrzymała. 至于从20公尺往下到最深处45公尺的区段，则像狭窄的深洞，以巨大的混凝土管包围。泳池主体部分有不同深度的水底洞穴，多层段的设计能广泛的让潜水初学者到专业人士做不同阶段的练习。最特别的是，泳池内会打造一个完全透明的水中隧道，让不敢下水的民众也能体验仿佛置身水底的奇妙感受。然而 Deep Spot 世界纪录头衔大概只能维持半年左右，因为在英国科治斯特的蓝色深渊泳池一旦完工，将会以50公尺的深度成为世界之最。Prepare for extreme